才会退出。 国民进党征召出战苗栗市长补选的女将苗栗县议员徐小菁特意选在三八妇女节这天登记。我当然也是希望为苗栗世代来比较温柔的情感变。那因为我觉得说有些人可能就会，可能做法比较专制一些啦。那我觉得说三月八号是一个好日子。登记阵仗不小，前头分局长徐定珍、竹北市长郑朝芳都前来陪同。而原先喊出补选是从政生涯最后一站的无党籍议员余耀东出面。 正式退选，是已经不好了。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你这样就算打下来，那你的人生到底在求什么？这一次选市长当选几率是。 相对是高的，可是其实，在忍痛的状况下，我还是要退。余耀东登记前喊不选，陈光轩忍不住很酸。每次一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又临阵退缩了，所以我还是蛮鼓励余耀东议员的哈，不要在国民党里面有志难伸哈。泛蓝一度出现分裂危机，在余耀东的主动退出后，国民党议员余文中将对上民进党议员徐小菁形成蓝绿对决。我有打一通电话给钟县长。 他人在日本，他有问我大概什么原因，就没有所谓的换男子和我退的没有，因为我花了超过100万嘛。一直不要说蓝绿对决，我们只要说谁最适合当苗栗市的市长。苗栗市长补选八日是最后一天登记日，直至截止前，是否还有其他黑马参战，成为地方人士关心的话题。三立新闻黄梦珍。